vivo， 王牌对王牌。好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翻滚吧青春啊！在正式开始之前，让我们先有请王牌家族的神秘帮手出场。开始之前，让我们先有请王牌家族的神秘帮手出场。欢迎演员王佳。Hello， 这是电影《如影随形》中陈晓的工作搭档。欢迎欢迎啊！麒麟啊，也找来了他的好朋友王以纶，在这个环节强力助阵加盟，让我们欢迎他。翻滚吧青春游戏规则，两队派出成员站上滚筒装置，双方成员在滚筒上尽可能保持平衡并坚持到最后，成功坚持到最后一队的获胜。好，第一轮二对二，双方请派人出战。战场父子兵爸你玩过吗？没玩过。你们两个女孩子先试一下吧，我们男孩子适应能力比较强。那爸爸躺哪儿？得站着，小童他不是趴着的，站上去啊。这时候个子高未必占优势了。你看这就要不行。现在还是稳定状态，小童。还没开始转呢，我感觉我们已经输了。好，在正式开始之前，请你们向对方展示出必胜的决心。这还必胜呢？我们父女俩给你们磕一个。手下留情。哎，这么客气啊。一定会的。好，准备好啊。哎，这我真觉得我请起身。我倒数三二一之后，大圆木的固定将会解锁，准备好，三二一开始。准备好，三二一开始。开始。两个人太丢人了。我没想到我宣布的开始其实就是这个游戏结束的。再试一遍好不好？再试一遍，再试一遍。太快了，腾哥。来，请上原木。小童就没有积攒一点点经验吗？准备好，开始。这俩人，腾哥是蛤蟆神功。我好像找着点窍门啊。腾哥居然大言不惭地讲他找到了窍门。他是像蛤蟆一样跳。哎，我真找到窍门了，这真的可以。刚才我说实话，小童你在那位置挡我视线了。我要是在前面，我看见他转一下我蹦一下，转一下我蹦一下，我掉不下来。那这回你在前面，来，咱算总分啊，三局两胜啊，已经两胜了。啊，
你得说五局三胜了。五局三胜啊！啊，还舔着脸往上爬呢，这跟我都不好意思。我们就不能抬着头走上去吗，腾哥？没必要冒那没必要冒的险啊！请准备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腾哥，卡脸卡到家了。哎呦，还有什么话讲？还有什么？脸都白了。我呀，后来是劲儿跟不上了。总有理呀、啊，腾哥。我要是在第一番就找到这个窍门，我都一直下不来。我跟你说，服不服？服不服？服肯定不服，但我们也不比了。好，马上第二组。花花就靠你了。别靠我。那你还打算靠你姐呀、啊？跟你们讲一下啊，就花花音乐唱作方面特别有天赋，但是来了王牌之后，我跟你讲，每次玩游戏很厉害。不是，就这样征服了你。我在夸你，花花，我在帮你造势。你在夸我什么？我在说你到游戏环节很厉害。我的天哪！这样，这个游戏我们服了，好不好？哎，腾哥，我们就这样像一个豹子一样往前这么跑吧。你在平地，你也不可能像豹子呀。我豹子，好吧。稍等，稍等，抱歉啊，你豹子是吧？那我站起来了啊。好，行行。我站起来有点害怕。但是玲儿，你要相信自己，如果你蹬两步，这个那个转速，他们可能也适应不了。你让我拼一下子是吧？拼一下，拼一下，拼一下。咱不能每次都是缴械投降。准备好。开始。哎呀，从来没见过炒的这么慢的包子。再给我们一次机会，可以吗？可以啊。我们等一下可以不同方向，就是一直慢一点，怎么就可以撑久一点。好，你还教敌人，你真是好。哎，哥，我有一个办法了，我斜着这么做，他跑的时候我一直往这边坐，有可能，你可以，是不是？行。他要是倒着跑呢？嗯，你们就他约定好了，他一直往这边跑。准备好了吗？开始。哎，转不动。叉烧没拔。叉烧没拔呀、啊、没拔。方向就是一直慢一点，你就可以撑久一点。
叫做教会了徒弟饿死师傅。好，我们直接来三对三的好不好？ OK。 轻松你来。哎，小宝，哥，你这样好不好？你用我那个办法啊。我现在就用你那办法。我斜着这么做，他跑的时候我一直往这边坐。你用我那办法，然后我用豹子。豹子行吗？行，你用豹子吧。你们往哪边？我也坐着呢。哎，你得站起来，他们肯定是往那边。你们往这边弄吧，要不贾玲那个豹子没法施展。我们还得配合你们是吧？啊，行，我们是要往后踩对吧？对，这边就为了让他那个小豹子才能配合他们。咱们就这样往后跑。好，就别给我们摔到那边去，你们就算厉害，算赢了。请准备，三二一，开始。豹的力量，豹的力量，不能晃，不能晃。王佳，你帮我们一下，我们怎么就不能成功呢？不是，哎，姐，还得还呀、啊！我确实觉得这玩意儿应该是可以，我也觉得成立的，应该是成立的，得掌握时机。不是时机，是我的重心啊，挪到那边也不太管用，你的重心挪到那边有可能管用。行，我来。我用小豹子，来，你往里去。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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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我俩咋下来的？他整错边了呗。你看我说边错了。除了方向不同之外，其他和每一轮有什么区别吗？不是，你这样我们不耽误游戏时间、走吧，我们走吧。好，下一组，陈晓、花花、关宏、麒麟。好，来，双方队员请上原木。哎呦，我们要叫嚣一下啊！现在啊，没有，我本来是想，哎呦，哎呦，不是跟我唱那个小酒窝唱满了不了，感觉像是喝醉了。请准备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哦呦，哦，突然，哎呦呦，哎呦，开始有意思了，哎哎。哎呦，可以哦！哎，好，来哦，开始啊！哎，这是一场持久战啊，比的是耐心，比的是找战机的这种准确性和敏感性。有一个人跑起来就跑起来了。对，跑吧，好。哎哎，哎呦哎呦哎呦，你们这是相约健身呐？哦，起诉啊，要起诉才能决出胜负了。坚持到了最后。哎呀，王牌家族总算有一个人能
有指望。好，接下来开始到个人冠军战的一个比拼了。接下来请美队派出最强的两个人，言承旭、花花，一v一来。言承旭，请上原木。啊，来，师傅。教会了徒弟饿死师傅。师徒之战，开始。哎呦呦！忽左忽右，跳上汤哥了吗？哎呀，紫金之巅呐！腿好酸啊，有一点点。真的挺厉害的，在旋转的高速旋转中，你竟然跑上去了。赢了。最终个人战的获胜者是言承旭。好厉害。来，直接选一个自己想去的最佳流行观测点。北京了啊。行，可以哈。我们这轮的规